9号，有工作人员抛出一个关于肖战的视频，视频中肖战身穿白色休闲长袖，搭配牛仔裤，帅气依旧。当被问到妈妈、外婆和老婆哪个跟你没有血缘关系时，他回答到老婆。随后肖战本人发现事情不对，原来又被套路了。好，今天帮他解释。好，谢谢。肖战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你要快速的回答我。妈妈、外婆和老婆哪个跟你没有血缘关系？老婆。即将完结，肖战的人气一直只增不减，演技也是不在话下。芒果捞新闻是个宝藏男孩呀，我当。